早安，早安。你快赶快下去看一下天气。有有有啊！不能看这个未成年。没有，是因为我太丑了。真的？哦，别！哇，大太阳，好爽啊！哇，这里很像巴厘岛哦。真的蛮像的。真的很像哎。大家好，我是威毅。大家好，我是小叶。哎，这个地方是叫优渥度假度假村。哦，算是第一次来了，在万里床旁边，对，正旁边。你是没穿裤子啊？我穿。你都跟人家不穿内裤哦。你知道他有一次有客人来，然后在家睡觉，然后半夜裸体去上厕所，然后遇到客人。真的假的？我探了一个头出来，想说谁这么晚了还不睡觉啊？然后嘞？我说你不要再过来，我们就穿衣服。什么都没穿。你在大便？没有没有，我在厨房。厨房东摸西摸。在厨房，然后裸体。东摸西摸，你这个是哪里的情节？哇哦！你是看到我了，谢谢。哦，你这么满，还是留有我的一席之地。哇，好棒哦！哇，好舒服哦！小叶，今天开哪一台？我今天开这个 Kia 的，它蛮大的哎，这是一台六人座的休旅车吗？没错，而且很舒服。啊，我喜欢它这边，就直接可以放杯子。那我们今天要来去哪里？万里通。万里通，哇！你们运气好好，来的时候都没有下雨。哇，欸，今天完美耶，完美完美完美。我要扑通一声跳下去。哇哇哇！大家看，超清澈。等一下下面应该很棒，因为前几天是大雨，然后经过了两天的休息之后，啊，现在的整个海况都非常的好哇。而且很久没有真的是好好的自潜了，等一下就会跟我的好朋友们一起自潜，而且发现啊，我们的度假村就在旁边，其实走路就到了，但是我们还是把车开过来了，因为也不知道，我们其实从他们的后面啊走过来，就真的就可以到这个万里童沙滩。不过刚好了，我们东西都放车上，所以就把车开过来。下水了没？哟，今天一定很好玩。而且可以让你这个羞耻的肤色得到改善，羞耻的，因为没晒太阳就超白的。这个人就追求黑黑的身体，越黑越好，黑到超灰搭都无所谓，羞耻。等一下可以让你好好的超灰搭。然后下午就看我在那边，好痛好痛。然后跟大家，如果想要看这个小丑鱼的话，我知道有个地方可以看，就是在这个地方，对对对，礁石的左边，就是万里童沙滩的左边这边，你就沿着这边这样出去，你就可以看到小丑鱼了。所以如果大家不知道小丑鱼在哪的话，往这边看，然后你会看到那个海葵，海葵上面就一定会有小丑鱼。所以知道了哈，告诉大家一个想要看小丑鱼的地方，万里童的左边，礁石的旁边附近就有小丑鱼。那我们等下就立马先冲过去，带大家看一下可爱的尼莫尼莫。Let's go。Wondering if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the sky's just as blue. It's as if I'm stuck in yesterday, when I'm thinking of you. Cause when you have your morning coffee, I'm turning out the lights so I could dream. And when you smile through the screen, I will.You could be with me. So I lay my head to rest. When the sun is rising, I'll start a brand new day. When the moon is shining, I long to be with you in all the places you have been. So today I am time traveling.I am time traveling.
time that you are closing your eyes, I will be beside you. And my heart will glide across the miles to fly right to you. Cause when I dive into the traffic, the echo of your voice is all I hear. I'm never tired of your laughing so far, but ever so near. So I lay my head to rest when the sun is rising. I start a brand new day when the moon is shining. I long to be with you in all the places you have been. So today I'm in time traveling. So today I'm in time夸张啊，水母啊、喔，这里、哦、很像蚊子一样，而且你整排，还有这里你是屁股整排哦、喔，上来是整排，欸、哇，傻眼，红豆冰，我也是超多，哇，好开心哦、喔，开新车，啊 ，Kia， 第一次开 Kia 的车，好棒哦、喔，它这个驾驶座，呜呼。不错，它就是坐起来是一台这个豪华休旅的感觉，而且它 AWD， 所以它具有这个越野的功能，然后它整体车内的空间就很宽敞，蛮喜欢的，哇，好棒哦！我现在这边就有可以换的模式，非常多的模式可以做选择，不错。这几天呢，我就来好好的开一下，感受一下这台车。哎、欸，我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哎，它竟然会切镜头，哎，对啊，我靠，你看，哎、欸，很屌，哎，这个功能，你说如果是它打左边是左边啊、嗯，那如果像这样子嘞，右边的话它就是右边，看一下，哇。嗨，大家好，这是肥波，这里是 VS Media， 想让更多人看到你吗？欢迎来投稿，投稿链接就在这边，这边，这边。哦，好久没有吃法费了。哦，我真的好久没有吃法费，这感觉好好哦。我家一定要饱餐一顿。哇。提醒大家到餐厅离开位置要戴。嗯，好吃。到餐厅离开位置要戴口罩跟手套。好。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接，一起来投稿吧。Ooh.
heart hidden behind a lock and key until I know you love me。很开心啊，就是来垦丁，不知不觉好像过了一个多礼拜了，不知道好像我可能待了十天有，然后从来工作到冲浪到去潜水，到现在看这个台湾最美丽的风景，哇，实在是太开心了。然后第一次坐在白沙，我从来没有在沙滩这样坐着。我的世界里面只有停车场跟海里面，没有沙滩，没有坐在这边。没有坐在这个大概是我十年前才会做的事，然后这是十年后第一次付费300块买一支阳伞这样坐着，哇，陪一群美少女在晒太阳。好，就到这边了，大家我们下次见了，拜拜。